来看来看，日本整人节目又来整活啦！当你完成率超高难度的乒乓球挑战，正兴高采烈时，挑战的项目看着简单，但想成功每个上千次尝试很难。乒乓球弹跳七个平底锅，然后掉入茶杯中，看着蛮简单，但是实则每一次都要靠运气。这个挑战最虐心的就是让你每一次都燃起希望，但每一次都失望而归，直到你放弃。第1068次终于成功了。看把这大妈激动的，你以为这就完了？别忘了，脏课是整蛊节目啊，精彩马上开始。直接喷脸，原地去世。关注我，解锁更多奇葩综艺。